你好，下午的3:09，2021年的11号，星期四，台北观察到这边啊，万华夜市，华西街夜市啊，社长正在华西街夜市。夜市还没摆摊，你没看到？还没开始摆摊，因为现在才3点钟啊，3点多啊，夜市还没开始摆摊。他说正准备要摆摊啊。快要下雨了，麻烦。社长最怕就是下雨。这边是华西街。啊，我们到快要下雨了，台北天气你看都没有下雨，阴雨绵绵，雨要快来了啊，早上才下过雨。这几家都是卖有名的啊，鲨鱼烟、凉拌鲜虾，你们看到都是卖有名的。好吃鸡肉，糟糕了，雨来了。我们走到华西街去避避雨，没有办法，因为雨越下越大。